看袂到。古早只要有这种建筑物，啊嘛有日本时代建筑物吼，你来看，这种荒废去啊，啊这个阿西啊足水的哦，这個、建筑物哦真水，啊佫爱充分的运用，啊咱来佫较行吼，遮有无同款阶级住的厝都无同款的吼。哦，啊，这样看，这个建筑物，你以前拢唔捌看过有这种建筑物，这是早期也是，啊，你啊看，这是日本时代的这个厝，日本时代的厝，这是日本时代的厝，哦，这日本时代，这拢是日本时代，哦，啊，这间你捌去吼，这听讲是迄个较早的这个驿站呐，较早因叫车头叫做驿站，站长的厝啊，哦，啊，拄啊遐有一面相哦。如果还有一张相片，是这个站顶，这站顶啊吼，哦，这较早叫做驿站呐吼，啊，即马叫做火车站呐，哦，站顶啊，啊，这个站顶听讲伫遮啊三四十年，啊，所以嘛见证这个铁路宿舍村过往整个历史，啊嘛有真侪人啊做历史的记录，啊，咱是希望遮唔通叫荒废落去啊。哦，啊，这杂草嘛爱刮爱清，这袂方便。所以你这边要举办这座谈会，就是要号召这青年朋友来抢救这个宿舍区。这宿舍区已经抢救起来啊，今嘛是要安怎把这个青宿舍区活化，要安怎利用？没有新的生命，对对，有新的生命。这是你的责任啦，对对，咱责任。啊，咱第一个项，咱就爱先甲做起来。啊，无铁路局啊，伊无法度，伊无迄个能力做。啊，伊放咧遮旁，啊，所有管事而已。所以咱若开钱甲做起来，咱就会当来甲活化，啊甲利用，啊上重要，就青年朋友。哦，你来看，恁来看这厝，这厝吼，这厝有水无？这较早只有这种建筑物东西。啊，这样吼，咱拢有请历史，迄个，即个，